人大学在拉拉舞蹈组也是传统强队。那我们期待他们这次一身火红的服装，头上戴着黑色羽毛、黑红色羽毛的饰品。辅仁大学，请出场。听说辅仁大学这次也是准备的相当的好，来势汹汹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演出。辅仁大学这一次呢，里面有两位是我们世界大学金牌的选手，妮妮跟点点，在我们的组别里面中间站起来的两位，开场非常的气势旋转。高低三种层次的展现。分腿跳要做得非常的好，踢腿都非常的有力，旋转，六位队员同时实施旋转，队形不断的变化，地上柔软度的展现，拔腿的旋转，踏组的踢腿展现整齐性以及它的锐利度，渐层踢腿，以往的拉队编排，以往的拉舞编排不断的。在队员做蝎子展现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的摇晃，这个也会可能会稍微的影响到柔软度的展现分数。特别选的 Phoenix 这首歌搭配火红的衣服，看来教练应该是经过精心的设计，高低的渐层，穿越队形做单手侧翻。这个彩球在这一组的衣服里面显得非常的显眼，抬举五支 ending。辅仁大学在这次的表演里面展现了非常好的全队默契力量，那当然在